谢谢可爱的九年级的孩子们。各位嘉宾，你们知道吗？身为主持人的我们是在今天晚上才知道有这个桥段，一切都是这么的秘密。九年级的孩子们很贴心，他想谢谢这么多的老师、校长，还有我们的主任对他们的关怀跟爱护，所以谢谢他们，所以因此准备了这一个，虽然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，但是感谢大家，希望可以让你们感受到他们对于学校的爱以及感恩。谢谢，让我们看见了美好，看见了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这群可爱的孩子们。然后欢迎家长们给我们来拍照，他们留下最美的身影。最后一年了，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真的三年下来留下了好多美好的回忆。我们请全体同学，我们一二三，谢谢大家好吗？一二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